各位国际的粉丝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 La Fini 的一些热销款，然后我们先由熊帮我们介绍。对，接下来第一件就是 La Fini 的时尚西欧白色山宅，然后它山宅特殊的部分就是它的袖子是由希腊式的剪裁，然后前面就是胸前跟腹部的地方有特殊的打折，然后打折的这边可以遮一下你的小腹这样子。然后它这边裤子的部分是时尚典型立体口袋七分造型裤，然后它的口袋是故意做的宽宽大大的，很有造型的感觉。然后它裤管的部分是有做缩口的部分。然后接下来这一件的上衣是大地棉弹性长版 T， 它是一个素面的百搭的长版 T， 然后它如果细看的话会看出其实它是有点类似双色的材质这样子。然后它的下半身的部分是俏丽圆点绑带的短裤，然后它的特色就在前面它有三道打折，让这条短裤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的死板，然后再加上就是很有很多可爱圆点点的丝质的绑带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件啊，是英文杂志风，这一件是黑白的颜色，那它的这件是属于比较长版 T， 那如果有些人觉得太短的话，不敢单穿当做洋装穿的话，其实我们就可以搭很多颜色的内搭裤，因为你这样搭起来的话，其实每天的效果都会不一样，也可以符合你的心情的选择。那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一件，我们这件 La Fini 啊，这件是星光钻的小可爱，那下面这一件啊是黑高棉滑面双股盖片，那有些人就是会平常会去做一些瑜伽或是运动的话，其实这种装扮就是比较舒服，然后下面也比较宽大，你活动式就会比较方便。那我们看下一件，这件是黄色的小可爱，然后因为我们这里面都会有附衬垫，其实你单穿就可以了。那下面这件是 POP 的艺术天然腰线的一件短裤，其实它有点像是裤裙一样，那它的材质是比较属于滑面的一点，然后就可以符合现在比较复古式一点的感觉。那你可以看到它前面的剪裁是用 V 型的下去做剪裁，可以修饰你的腹部之类等等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为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